31日晚间登上中国跨年晚会，一连唱跳8首经典歌曲，引爆全场气氛。全开麦的18分钟演出，立刻登上热搜。据悉，蔡依林在26日就已经抵达当地进行彩排，每天花2到3小时的时间，光是《日不落》这一首歌就不断重复练习高达7遍，可见她对舞台要求很高。在正式演出时，蔡依林全程气息稳定，且丝毫没有喘不过气的情况，让歌迷们纷纷赞叹蔡姐是用鳃呼吸的吧，表现真的太精彩了。然而，也有部分网友质疑蔡依林假唱，对此有歌迷指出，蔡依林在演唱途中疑似突然忘词，于是她没有开口接唱，当时麦克风是听不见她的声音的，就连电音都没有。而在演唱《日不落》时，她将麦克风递给台下粉丝，当时也只听得见背景音乐，因此力挺蔡依林很明显是真唱，实力太强大才会被误会啊。Bye.